那个初考成绩，因为国考成绩单嘛、啊。什么叫国考？国考就国家考试啊。你要考啊？我啦，我听诶女朋友啦。啊，可能无考我对吧？哦，国考是考国家考试啊。这个高考嘿。啊，初考的高考跟初考、啊，初考的一再补考啊。啊，高雄是要关心国考的记者呀，哪我一个呀？花龙总理人事处跟人合作，因大家拢八校高考，啊，其中包括大龙中学嘛，所以会跑的记者大概也剩下我一个了。看他，他说应该六点上，应该五点五十分啊，我们点十分吧。台湾那个时间。过来。啊。好。再见啦，拜拜。再有啦啦，有钱吃过来。李明堂校长他说：“小六毕业典礼，毕业旅行三天去了，今天六点回来。李明堂校长去运动，他要等到六点才走。”